吃在第五郡，住在第三郡，玩在第一郡这一句话，从百年前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它的价值。原因在于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充满着活力，且富有现代化色彩。目前，由于中心区域土地资源有限，像第五郡那样的中心区域房地产项目已越来越稀缺，因此吸引众多购房者的眼球。特别是对希望拥有一个宜居之地的华人社群来说，这一需求更为迫切。作为胡志明市中心区域的房地产项目之一，越南一流房地产集团之一 Pita 集团的焦项目位于第五郡的陈兴道街，地理位置优越，临近第一郡，项目半径2公里范围内有多所知名的大型学校和医院。该项目仅有82套公寓，位于14至27层楼，每套公寓景观优美，视野好，且很开阔。有的公寓可以从里面俯瞰第一郡，看到城市的地标，如比特克斯科大厦和地标塔81号。有些公寓可以从里面俯瞰华人文化历史遗迹，适合喜欢怀旧的人。而有些公寓则可以欣赏到温和的、蜿蜒的豆腐区。公寓里的每扇窗户都如同一幅美丽生动的画作，将成为家人在重要节日里欢聚一堂的地方。项目由一家拥有从北到南的高端项目的信誉卓著的房地产集团 Pita 集团投资建设的。凭借丰富的大型项目建设经验，聚焦注重客户体验的理念， Pita 集团的焦项目为居民打造出与现代精致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便利设施服务，如天际泳池、桑拿房、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游乐区，特别还有专注为居民准备的宴会厅，满足居民家庭生活和接待宾客的所有需求。中心区域的房地产价值从未成为买家担忧的问题，尽管可能不会出现突增现象，但每年仍保持 10% 至 15% 的稳定增长。 Pita 集团清晰地了解这一趋势，始终努力完成相关法律手续，尽力确保交房及交证，同时提供对买家最具吸引力的付款支持政策。